嘉伦有着帅气的外形以及出色的演技，他曾出演过不少古装剧，更因为古装造型太帅气而被粉丝要求焊在身上，希望他能保持古装扮永久的造型。此外，与他合作出演周深如故的白鹿也大赞，任嘉伦当时进剧组穿着古装时真的很帅，被誉为古装天花板的任嘉伦谦虚回应表示，其实粉丝对他评价太高了，而且自己也觉得天花板这个形容词不是太好，因为他认为天花板就代表已经到了顶端，无法被超越了，还是希望自己有进步的空间。任嘉伦在剧中的角色为了国家大业牺牲自己的爱情，然而他却认为爱情更重要，因为爱情是可遇不可求。事实上，他也的确是这样的人，在当红之际就选择公开自己已婚的身份，坦诚的态度收获大批网友赞赏。